星期又到了，何傲兒这日出席活动，被问到怎样跟周子阳一起庆祝，他就继续给例牌的答案，哈哈哈，这些事不讲了。虽然讲周生就封口，不过提到老板林建明，何傲兒就大赞林生好玩得啊。但其实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好大方同埋好玩得嘅长辈咯，所以就肯同你扮鬼扮马嘅咯。我谂佢系比较中意热闹咯，同埋开心咯。即系成日公司其实都开心嘅，成日一家即系一家人咁样咧，即系大家庭咁就每逢一个月咧就会睇边个生日咧，我哋就会一齐庆祝。